Hi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Today, I'm going to be on TV 2. That's right, TV 2. So do not leave this video. I'm so grateful that my teacher let me to be on TV. The whole video is in Mandarin about Mother's Day. After this video, do not forget to like and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笑>好的，那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慢慢的聊一聊跟妈妈有关的这个消息。我们广告回来再见。 母亲节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向母亲表达爱意以及感激母亲的一个特殊日子。那么你有什么话想对你的母亲说呢？我认为我妈咪在家里算是一个温柔体贴啊，然后每天做家务啊，承担差不多半个家庭这样子，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我的妈妈是很好的人，因为她照顾我从小到大。 他给我吃饭，还给我钱，我喜欢我的妈妈。我觉得我妈妈是个很用心照顾孩子的人，然后她会考虑周全，就是我的选择她都会很用心的去考虑，帮我铺好整个成长的路途。我觉得我妈妈是很温柔的，很好的，每次都在我哭的时候，她会关心我。 她是一个很厉害照顾人的人，然后她很厉害煮饭，对家务，都是很棒的。我会跟她说，我永远爱你。我要感谢妈妈，因为她照顾我从小到大嘛，她送我去学校，她如果回的话，她也是在我。我想要对我妈妈说，我爱你，你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很好的长大。 母亲节快乐！祝你健康，妈妈，谢谢你从我小到大照顾我。母亲节快乐，妈妈，谢谢你每天在我有课外活动的时候载我，每天都没有埋怨，然后每天都肯载我，每天有练习的时候都会。 非常感谢嘉莱西伊里国民新华文学校的所有学生，我觉得从他们的对谈当中，妈妈的样子纵使有各式各样，但是都离不开保护小孩、爱护小孩。我觉得妈妈何尝不是一个？然后我会送给她这个卡片，礼轻但情意重。这个卡片虽然是一个小小卡片，可是却包含了对她所有的爱。我一打开哦，就是我妈咪最喜欢的一朵花。 然后我会跟他说什么母亲节快乐啊，让他没有那么的辛苦，让他感受到幸福一点。我相信他会被我惊喜，但我感觉到很开心。哇，我的孩子竟然送给我这个东西，可能是这样的感受。这个就是我认为我母亲会这样子想。我要送他这个卡，妈妈的心爱，没有人可以比。妈妈，我要谢谢你，因为照顾我，我爱你，妈妈。 我想要给我妈妈这一份礼物，里面有写很多我对她想说的话，然后就希望她可以每天开心，然后健康陪我长大。我想送给她这个礼物，是在一个盒子里面，里面我做一个很难的origami 花 rose 给她，送一个小小的盒子给妈妈。 表达妈妈，谢谢你照顾我。然后这是虽然只是很小很小的东西，不过我希望你喜欢。刚刚已经听取了嘉莱西伊里华小学生所对母亲表达的爱意，让所有的母亲们能够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感受到孩子们的感激之情。
RTM 马俊瑞采访报道。